全场要把丹比尼的居民叫起来，一二三。哎，这个真想搬过来丹比尼住啊。这个新谣事实了，现在大家终于有一个机会可以现场看演出，真的很感恩，而且我们真的也很享受现场演出的这种气氛。当然，大家一起合唱，大家一起玩，我觉得那个是新谣观众真的是不可多得的一个态度，非常好。然后我们真的要感谢，真的很多的这个很多的人能够让这个演出真的得以成功的举办啊。当然，弹唱人啊，弹唱人很重要啊。今天大家也发现到啊，我发现到，哎，刚才孟飞传出来唱，突然间少了一个人。哦，梦 FM 哈，哦，因为不是很红吗？啊，所以我不太记得。Sorry 啦，梦 FM 啦啊 ，OK， 梦 FM 啊，就是少了一个成员。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没有来，因为蔡依人要唱歌。所以那首歌已经交给蔡依人唱，不是啦，开玩笑，他生病啊，他生病。啊，这个我们这个今晚呢的演出呢，当然少不了又是我来负责介绍我们优秀的乐队了。啊，我们的乐队，为什么大家听到介绍乐队没有什么反应？我们新加坡有很多优秀的歌手、创作人、音乐人，还有当然乐手，这是很重要的啊。我们来一一介绍一下今晚很重要的人物了啊。我们先介绍何音啊，何音也是很重要，因为像我们这种一把年纪了，没有何音金串啊。OK， 以前不需要他们，以前还可以上面跳啊，现在跳很容易跳下去。这慧琪啊，何音啊，当然啊 ，OK， 然后就是方心大家都知道了啊，邓淑贤的女儿啊，听说你中文英文都讲得很好，很好，中文不好你敢来唱中文歌？没有啦，开玩笑，吓到他。哦，以前我看你的时候，叔叔看你的时候，你还小小，你记得吗？邓淑贤，你怎样教女儿的？等一下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叫什么名？黎飞辉。他说黎飞辉，我的生活很悲啊，黎飞辉。哎，我已经介绍完了。我们来介绍，当然是吉他手了，就是吉祥啊 ，Barry， 然后我们的小提琴手 Nico 的叶子啊，叶子，谁跟我讲 Nico？ 哇，想不到同行都会被陷害，真的。叶芝啊，哎，不是燕芝，叶芝啊，叶芝啊，小提琴手啊，然后这位要特别介绍一下，有没有 spotlight 可以照一下？今天如果在这样的场合，能够听他唱几句五角鸡。你知道五角鸡，我在看五角鸡的时候我才这么小，
所以你先让我真的有这个荣幸能够请你唱两三句来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的生活在这里。我比较记得是一条路上穿越少有的家庭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开玩笑。他说不要一直闹他，可是我是刚才收了蔡艺人的钱。他说你一定要整吴家明，不然你不要下来。OK， 所以我们的鼓手 Patrick， 还有iChain 皮博手。当然，哎，很重要的，我们的音乐总监 August， 啊，所以这个介绍乐队环节呢，大家都会觉得，哎呀，介绍乐队啊，什么，这乐队很重要的。你想想看，对不对？没有这些优秀的乐队，没有他们这班，我也能自弹自唱。